结合在地艺术家打造的文创旅店，处处充满巧思惊喜，让人住得开心又舒适。文青店火红的咖啡店，充满善的经营理念，健康的食材吃得美味，又可以做公益，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可爱泡芙，口感酥脆又绵密，造型面包也好精致，充满欢乐又青春的台中